这个我切了，他他我切有可能，我切切半米啊，半米啊，你那个磨啊，你那个买肉，哎，哦，包么人生那样，讲好了好了，不一磨，哦，磨落去的啫，讲嘛加油的切，加油的切，讲嘛就普通肥油的切，加油加磨落去，滴落去油的切，加油过来加班的。做到海总的生意了，学给我按顾，你看他们厉害了。哎呦，我专门做军方跟中华电信呢、啊。哎呀，难怪你这个痛嘛，应该有我的啊。刚刚见我一下卡，才五个月，五个月，这样的。你看我当兵是很正常，是很正常的。重点是在总卫生部中心，哎，懂了。检验科那边啊，卫生机构啊，哈。对呀，内衣进房。对，卫生卫生会。对，我当兵也是那二年左右。八军团有做过吗？啊，八军团那里面有什么工资？以前有两行吗？九溪塘那边呢？不是，他们那边要开标，要用。啊，我们以前说两千个人住在那边，两千多位啊，三营、二营的、啊、二团的、啊。这样还好，整个都多边呢、啊。哎呀，都是人，都是边有那个还多呀。你们做父亲已经尽大了，已经尊重他，就算他有意见有问题，就是要先尊重过他，看来有尊重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把他来先去帮助我们，有什么感觉？来吧，来吧，我现在嘛，你来吧，你现在嘛，你来吧，赶紧自己了，你自己嘞。对，来吧，免自己了，你自己嘞了，不是嘛？人家讲他不用开火啊。看哪几个哈？看哪大，不买那就买。那就买你做啥？你听讲没？听讲他跳过一些，他不明来讲。那过来年纪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我他肯定要一个老板。我还很高，这个是不太冷静，这个发展空间当然是比较低，原来小的时候。